我是高管列车长，一个是1218次开了，机场呢要八有人掰掉我小拳的，以及1231次开了星左机场发车，你好，师傅，看看好，星左盈利收尾箱，车辆编号1901闯进了，110年5月12号汽油站，6:55拍摄，感谢各位支持救援，拜拜。拜拜，我的1231看我新竹，1231看我新竹。拜拜，感谢各位支持，1231那个金发车金西部干线看我新竹。对，你是我小号，车辆编号组1900新车完全车，901车完全的，在汽油站去堵站驶离了，16:55驶谢哥刚，因为没人去的台中港了，对啊，认真，只能有所做选择，只好来搭900新车完全呢来弥补没有去台中港的遗憾，对吧？好了，今天终于正式拍摄完900新任务了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以及1218次，哦，在汽油站也失联啊，没办法，因为9030只希望能够再配台北的，毕竟台北优先，对吧？应该是的，都在通常少，希望台北优先使用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感谢各位，再见。